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正式为各位来公布比翼齐飞 SNH48 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最终排名结果，第48名，得票数48名，得票数11424.8张，他来自 BG48 Team B 孙山。孙山，他来自江南水乡，独自一人背负着梦想来到北京，一个有一点强壮的女孩子，也想获得别人的认可，她想做一个很强大很强大，可以去保护喜欢她的人的偶像，带着坚定的信念，一直努力地变得更好。恭喜孙山。第47位，得票数11712.6票，他来自 SNH48 Team S2 陈冠慧。陈冠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即使那份坚持不仅惊天动地，也不波澜壮阔，但是一定是最初的本心与最真实的感动。恭喜陈冠慧。第46位，得票数11760.2票，他来自 SNH48 Team X2 于佳怡。于佳怡，她性格沉稳乐观，现在的自己还不够优秀，希望可以一直和大家一起努力，一起进步，把缺点化为汗水，把汗水化为钻石，可以用更多的闪耀和笑容去面对每一天。恭喜。第45位，得票数11839.6票，他来自 SNH48 Team X 王小佳。王小佳，从宅舞实力中可爱活泼的他，到游戏里碾压各路高手的他，再到公演里全力展现自我的他，王小佳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像萤火虫般尽力发光，留下痕迹。人生只有一次，积累力量，期待梦想发生的一刻。第44位，得票数12080.7，他来自 SNH48 Team X 邵雪聪。邵雪聪来自 SNH48 Team X， 外表清纯，内心坚强，做一个正统偶像一直是他的梦想，在舞台上永远充满活力，喜欢用甜甜的笑容传递正能量。第43位，得票数12477.2，他来自 BEG48 Team B 段奕璇。段奕璇出生于湖南，2016年4月份正式移籍到 BEG48 Team B。从 SNH 到 BEG， 段奕璇成长了很多，他希望未来大家可以一起见证他更多的成长。第42位，得票数12862.6票，他来自于 SNH48 Team H2 陈怡欣。陈怡欣，圆圆的脸蛋和傻傻的笑，这一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并不顺利的一年，但也正是他乐观和决心，纵使他越挫越勇，被越来越多的粉丝认可和喜欢，那颗正在闪耀的星星今晚正在不断的发光。第41位，得票数12952.8，他来自 SNH48 Team H2 王璐。王璐，作为 H 队队长的王璐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是他从没有放弃过，也一直感恩所有人对 Team H2 的陪伴，今晚就是他和所有支持者和他的见证奇迹的时刻。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他们送上奖杯，同时也请每个人发表一下感言。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孙山。作为一名出道才3个月的六期生，能获得这样的成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给我投的每一票，辛苦了。我知道可能会有很多人对我现在这样的名次感到不服气，但是
接下来的一年里，我要用自己的努力证明我是可以做到的。谢谢孙山，谢谢。下一位。大家好。我是 SH48TS2 小爱陈冠慧。并不是很想哭，但是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因为我没有想过我自己会竞选八组，但是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惊喜，我会加油的，谢谢大家。好，谢谢观众，不要哭，来下一位。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2 的于佳怡。非常感谢你们可以给我这次机会，让我此时此刻能够站在这里。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总选，我很意外，也非常的惊喜，我能有这个名次。我以后一定会付出加倍的努力，对得起你们，对得起这个46名。谢谢。谢谢于佳怡，下一位，谢谢。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的王小佳天草。谢谢你们，感觉你们就像是萤火虫一样照亮了我的夏天，我真的觉得很惊喜，因为。所以真的很感谢你们可以让我进圈，达到我自己的目标，接下来我也会继续努力的，我一定不会辜负我所得到的名次，谢谢你们。谢谢小佳。来下一位。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邵雪聪。首先要感谢大家为我投的每一票，我知道大家已经在非常尽力的然后把我投到这个名次，虽然和去年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希望这一年通过我的不断努力和不断的改变，明年我可以拿到更好的名次，谢谢大家。好，请加油，邵雪聪。来下一位。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段奕璇，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因为我大家有很辛苦吧，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我也不会放弃，我要让大家的每一份辛苦都变得值得，以后也和我一起走好不好。谢谢奕璇。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嘟嘟陈奕希。谢谢大家。我今天我真的好开心啊，因为去年没有进圈嘛，所以真的是我一大人生遗憾，然后今年进圈了，真的非常感谢为我投票的每一位人，我的好朋友们，我的粉丝们，真的谢谢你们。然后今年虽然这个名次也算是排在稍微末尾一点的位置，但是呢，这样就是更加证明了前面我还有好长一段的路要走，有很远的目标要向前看，所以今年这一年我也会带着大家对我的鼓励还有期待还有信心继续往前走的，谢谢大家。谢谢。来下一位。大家好，我是 SF48 Team Match 的王璐璐宝，谢谢大家。谢谢。很开心能被我的粉丝给就是投进去，然后站在这位置上，真的很开心，谢谢大家对我工作上的认可，然后接下来的路我希望你们可以和 Team Match 2一起团结起来，我们一起走下去，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谢谢。来，接下来为他们送上奖杯。谢谢各位，请来年继续努力。
再次恭喜我们八位成员，谢谢，谢谢你们可以回到属于你们的金字塔上。请就坐，谢谢，谢谢。